台港澳超人气的战斗女子学员，这周末萌翻2016开拓动漫季喽！ Sonnet 为了回馈众多玩家粉丝，特地邀请日本绘师纳欧波优及一系列活动来插起2016开拓动漫季。绘师也在活动现场绘出超萌的游戏本命角色，而特别活动谁才是老师心目中的战斗女孩 cosplay 总决赛也在现场举办，五位来自各地的专业 coser 化身为游戏中战斗女孩来征服现场玩家的心。看到现场人气爆棚摊位，就知道战斗女子学员有多么的有魅力咯。战斗女子学员插旗2016开拓动漫季在这周末完美落幕， Sonnet 官方也表示将会定期举办更多更精彩的主题活动来回馈玩家，玩家们还在等什么？快点跟这些心仪的战女们一起保护地球吧。